字，绝。今天趁着五一高速免费，我们又带他们来西双版纳橄榄坝的傣族园喝水啊。五一节人比较多，人多也好，热闹啊，玩的就是气氛。现在我们票已经买好了，继续阿赞。啊，阿队是第二次来这里玩了，带他们去玩啊！一天他有两场，一场是1:30到2:30，另外一场就3:30就之后了。阿赞，小米怎么了？下面流血了？啊？肚子？肚子痛？不是，拉肚子还是干嘛？是。啊。这个阿赞也不好意思说，那个流血了不能去播哈，待会把那个池子里面的水都搞红了。我们去看，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园子了，今天还是比较热闹。阿赞，这个要用，可以吗？老婆。好，刚刚给阿赞买了两身这样的衣服，我身上穿的这一身呢是我徒弟军哥给我买的，一套这样的是50块钱，感谢军哥啊。然后我给阿赞买了两身这样的，也是50块钱一身。上次我们是坐观光车进去的，里面观光车的票是20块钱一个人，我们七个人其实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泼水广场搬到外面来了，新的泼水广场，就不用坐观光车，走路也能过去。待会我们泼完水要去里面玩的话，我们再换完衣服再去里面转啊。饿了没有你们？要不要吃点东西？这里可惜这个时间，刚才我们刚好第一场没赶上，第二场马上开始了，那我们就先泼吧。泼完了再换完衣服去吃点东西，啊，吃完东西再搞下一场活动。涛哥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这里就是他们通常来这里来西双版纳泼水的话，每个地方都有泼水广场，但是这个泼水广场是西双版纳最为人多的一个泼水广场，所以十里八方的地方就是都往这里来。都往这里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往这里来，都来这里泼水。看上次你和阿赞玩的特别嗨呀，今天你自己也体验一把，尤其是阿赞哈。现在的话是可以免费领盆了，不用自己买盆，然后泼完了之后又放回那里去就可以了，也是循环利用。对，之前都是自己去带一个盆，买一个盆去。这边的话是。每一天下午都有两场啊，1:30一场，然后3:30一场，然后还有就是每一年泼水节，4月13号到15号，整个版纳到处都可以泼。好，进去，兄弟们，从那进去。我们上次来这里泼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开，还在搞。这个园子搞了1-2年了。新的啊，这个不是这天我来了，这个、跟你的衣服一样新的、上次我们在里面、这次我们换场地了、这个更好玩、更大、人更多、万人泼水广场、你们老挝也会泼水是不是？不一样、禁止带宠物，禁止带盆，禁止带水枪，所以外面卖盆卖水枪的买了也带不进来，全部收缴。还好我们没买啊。好了，我们现在进园了。这个新的泼水广场好大好大。手机拍。拍什么？拍哪个？拍你。我拍照片是吧？好了，我们进来了。双三地平道公安田调达布苏枣苏枣麦的六万苏枣八中的苏狗亚大三代新双班呐，有的你都好，有的带来，有的你多，你都干点看，祝福中国。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们的双手在哪里？不是个鬼怪！哇哦，欢迎欢迎大家在今天选择走进这一场西双版纳光耀台北波士顿国际机场。陪你没有什么多，我们把东西存好了，现在去拿盆，那里有盆。小妹，从头顶往后是地抛，一盆接着一盆就会。
我们需要整理一下地形。对，邀请我们现场所有参加泼水的朋友先暂停泼水，让我们一起站在原地。每天人数比较多，觉得那我们就站在原地。当听到我们家属们在这里说泼起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向后一盆接着一盆，场面肯定是非常壮观的。小妹，男士朋友们，男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在哪里？你在哪里？还可以下一句。来来来。
家父。还有水吗？还有水吗？
这里好玩。这个
这个。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播报一条寻物启事。刚刚有一位朋友在水池里玩耍的过程当中，掉落了一部手表和一副眼镜。捡到的朋友们，请送到我们主持楼工作人员的手上，车主会对您加以感谢，谢谢。拜拜。接下来播报一条失物照理启事。是哪位朋友的手机掉落在现场？手机都是粉红色的，好，麻烦你来这边认领一下，谢谢。好，过来这边。哎，刚才，哎，大师傅，报道。从这里跑过去的，好，要追着我冲是吧？报仇，知道吗？知道吗？对，干，搞的，看你追踪的。好了，他算了，他不还手，没意思。到我们主持楼。这个好漂亮啊！什么？哇，这个好大！沈淡溪小朋友听到广播后到
出车哦。到舞台，过我呀，他过来，来找你的爸爸。不过我来了，不滚我就来了。你的一般人我们都不播的。那个教练，大哥，他都上去了，带个娃在那里都不放过。那个是吧？右侧寻找您的路径。来了。好了。好的，朋友们，我们的泼水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了。那这个时间，请请到泼水盆的朋友将泼水盆好了，收工了，收工了。更衣室，同时我们在更衣室为大家准备了。收工了，大家可以到更衣室进行一个洗一个非常舒服的澡，然后换干爽的衣物，就可以开启下一段旅途。谢谢。阿赞，你问一下，那四个漂亮的妹妹去不去吃饭？大哥，问一下。再来播报一条寻物启事，我们的两位游客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遗失了一部。他不去啊？他不去。
啊，没事，我们走了，拜拜。是我们此行捡到的朋友，交给我们舞台工作人员，谢谢。好了，喂，洗澡去了。好，环盆，洗澡去了。等一下，掉落眼镜的朋友，向我们舞台的工作人员。好点吗？这两个太白班的，还会不舒服吗？好的，问一下他还会很不舒服吗？啊？问他舒不舒服？肯定不舒服。多喝点水，多喝点水。怎么办？叫他多喝点水。啊，他饿了。饿了。好好，等一下哈。走，吃饭去。我们几个早进去吃饭哈。